哦，破浪组的时候，我们在签那个照片哦，拉票的时候，他们拉票发过那个照片签名照，我们签了300张。江小花的生日，小花生日，啊，小花，我们都想你啦。那天小花离开，我们都哭傻了。子彤那天哭到没人形儿。哇，这都是纪念哈，有的时候看起来这些东西还是挺有回味的。对，红颜旧，那个红颜旧，我好想要蓝哦。红颜旧，好挂全蓝哦。这是义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有破浪组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自工的时候。一下觉得人好少啊，时间太快了。姐姐们，耶耶 ，sister 加油！来吧，姐妹们拍张照。来，我们一起拍张照吧，一二三，耶！一公到总决赛，好像做梦一样，3个月就过去了。直到昨天晚上，我们才意识到，说我们是最后一期。啊，我不能看你，你快点，你不能，你眼睛一红我就受不了了。嗯，我觉得就是3个月的时间，嗯，突然觉得挺短的，因为你觉得啊，怎么一下就过了3个月了呢？嗯，最舍不得的还是就是这种跟大家住在一起的这种感觉。身边有姐姐们真好，就是有几个姐姐，你想说话的时候永远有人可以附和你，你想要聊天的时候永远有人跟你分享，你想要哭的时候随时有人安慰你，这种感觉多幸福啊！所以就很舍不得离开姐姐们。太逗了他！用这些影像的记录可以保存下来，让我们。无论过了多久再回忆起来这一段，看到这张照片就能想起这个时候发生的所有的故事点点滴滴，我觉得就是太美好了。对，